等一下。这个烧是没有问题的，你看在上面绿色怎么烧没有问题。哎，我们用这个来烧，1200度，中间的火焰是1500度，外边是1500度。你看在烧的这个东西，手可以摸一下，抓一下。好了，你把芯吧，不用关了，等一下。